中指按到关脉的地方，好，这时候脉上而不下，脉在寸，此脉没有了，是这意思。好，这个代表着腰足好清也，好，因为就是下半身嘛，因为你这个此脉没了，好，就阴阳，我们这个就是阴阳在调整，按它，按照中间的关的这个讲这个交接的地方旋好，这个输的地方好，脉只有在上面可以摸到脉，下面摸不到脉，就下焦会寒。好，如果推到脉，就是你按到这关的脉，只有下按下去以后哈，此脉呢在下面有可以摸到，寸脉摸不到，好，代表头项痛也，好，头项会痛。所以，那你如果说把按到骨头边，好，脉气少者，好，腰极痛而身有疲也，好，这种呢都是我们在做脉诊上面一些发挥，一些延伸，基本上的原则。诊脉我们是以诊气为主，脉气少的时候，我们全身的阳都是在督脉在管，哦，你们大家都学过针灸，就知道督脉是诸阳之会，好，所有的阳就是气嘛，哈，那你像气脉少，气脉少了，当然会有督脉的问题，要腰背痛啊，好，身有疲，那身有四肢有疲症出现的时候，麻木不仁的现象，都是阳不足，阳不足，好，那阳通通是全身的阳呢，都是督脉在管，所以会有腰椎痛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诊断？因为以后有些处方呢，我们可以用阳的药，可以有这个阳的药，很多有阳的药，哈，有，那这个阳的药它本身是可以让督脉的阳气撞起来，有的阳的药呢不撞督脉，撞四肢皮肤上，撞关节上的阳啊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做取舍。好，接着呢我们看第十八篇，好，平人气象论。哦，皇帝说正常人的脉是什么呢？好，岐伯说一个人呢一呼脉再动，就是脉再就是两次嘛，哈，跳两次，一吸脉一再动跳两次，在呼吸定息中间，呼吸之间有一段息是停掉了，这所以一呼一吸是脉是舞动。好，这个润以太息，好，命曰平人，平人者不病也，好，就无过与不及，超过一呼一吸超过五次，好，是过，不及少于五次呢是不及的脉。好，那常以不病调病人，哈，那病这个医生呢不病，好，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为之法。好，这个我们这里都有解释，就是我们以正常人的，你们说，我说你们平常要练习脉的时候，去摸正常人，他没有什么病，你去摸他的脉，好，摸他的脉。那这个呼吸呢，是以医生的呼吸为主，好，这样子。当脉不正常的时候，你用药物或针灸把脉调回正常，好，这就是治病的法则了。好，那这个人一呼脉一动，好，一吸脉一动，就是少气。脉太弱了，好，等于是一呼一吸等于三字，脉就少气了。那如果人一呼脉三动，一吸脉三动，这就是躁脉，而躁就是比较焦躁，好，速度比较快。如果是此脉呢，此热是病温，好，此不热而脉滑是病风。好，我们讲此脉的时候，这边是膀胱，那太阳经呢，足太阳是整个在头，好，从睛明穴啊，一路到整个背后一路下去，好，到脚上去，是全身最大的经络，好，最大的经络。那你如果说脉气有加速的时候，你摸它的轻轻一摸，此脉呢浮起来，就知道感冒了，好，病之在，好，马上就可以知道了。好，这是好这个这里的解说哈，此不热脉滑，病风。那脉色。就是脾，好，就是我前面讲过的色脉。人一呼吸，一个呼脉跳四次，好，就是死症了。好，等于是说，呼四次，吐四次，加上中间一次定息的时候是九次，这都是死症。好，脉绝不治也死。好，
都是时针。卖做书做数，时长跳得很快，时长又没有，这都是这几个卖都是时针，极端的不正常，好，都是时针。那我们曾经，我曾经治过这种病脉啊，跳了九下，哦，吃的我们吃药一处方下去的时候，从九下就跳回到六下七下，哦，这个中药还是可以救回来的，哦，内经上面说死，哦，因为它我们内经不讲治症，完全讲的是诊断辨证，就是这个非常危险的意思。那你不能说啊，老师他这脉你死，你不管他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医者父母心，你想尽办法把他救回来，哦。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病人真的我们知道他会死，那这个你如果说遇到病人是不相信你的，不相信中医的，你干脆走掉，其实也是这样，没有办法治好他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如果善心，你花了药，你说我送你治好不好，他也没摸好，也没有用的。好，所以说你要做义诊或做什么都很难的，要想帮助人很难哈。常常会因中获罪，啊，因为对他太好了而得了罪，好不好？那138页呢？平人之藏气秉一味，正常人呢，所有的气呢原生于胃，好，胃者平人之藏气，这里讲胃气喽。我们用胃气的有无来诊断生死。我们常说老师，那胃气的脉怎么看？就这里就讲了哈。人如果没有胃气，脉里面没有胃气，这是逆，逆则死。好，那春胃为玄为平，就是春天的不正常的是玄脉，对不对？带里面带一点胃气，胃气就是缓，好，一袭四字的意思，一袭四字加上这个速度就讲的是胃气。如果是玄多胃少，肝病，脉非常的玄细。好，如果那个淡玄无胃，就是你的玄脉，不管你是只有玄脉摸到，有时候他们脉不跳，一根这样子，一摸上去是一根，一条，这你淡玄无胃了，啊，有胃气就是缓有力，好，速度很好，这都是胃气。春天的时候，胃气的脉带一点点玄是正常。好，如果是胃脉而有毛，这是秋天的病，哈，哦，秋天的病。毛盛者曰精病，好，脏真呢善于肝，肝藏筋膜之气，好，这怎么解释呢？好，我讲，我们先把这一段哈，从平人之藏气到胃，秉于胃，胃者平人之藏气，哈，一直到肝藏筋膜之气，这是一段，这是一个段落。我们延伸的话，怎么延伸呢？春天的脉，你摸到的脉的时候，正常人是一袭四字，然后脉带一点点玄，这是正常人。你如果春天的脉摸到秋天的脉，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人现在没病，因为是春天，但到秋天会发病。哦，你如果是春天的脉摸到冬天的脉，他就到冬天会发病；摸到夏天的脉，到夏天会发病。简单就这意思，这就是我们从脉的胃气有无可以诊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病态。那现在很好啊，现在是很好，但你可以预测他什么时候会发病。好，你这样子看的话，你就了解了，说胃而有毛，好，为秋病；毛盛为金病。好，那这个为什么呢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肝里面都有筋膜，筋膜呢，所有的身上的筋，好，所有身上的筋原生于肝。那筋在骨边的筋看得最清楚，所以你在吃鸡腿啊，吃什么，你有筋在里面，那个就是肝脏，来自肝脏。那肝生筋的时候，所有内脏里面都有很多筋。你如果吃那个内脏的肉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筋膜在里面，那都源自于肝脏。就是因为五脏六腑里面都有筋，所以你在摸肝气的时候，你摸到脉的时候，因为它有通到肝肾脏啊，通到脾脏啊，通到肺脏啊，通到心脏都有筋，所以因为是肝藏筋膜，所以你在肝脉春天的时候，你可以查到五脏六腑的脉的意思，好，也很非常的合理，因为它有筋膜在里面。好，那从下胃为沟曰平，好，这一直下去到心藏血，哈，脉之气也。这一段呢讲的就是夏天，夏天呢正常的脉只有胃脉带一点点沟，好，所谓沟呢就是你摸上去脉的时候，哈，手上的摸下去的时候脉是有点凸起来，平常的脉是一条上下动，对不对？沟脉就是脉你会有点凸起来，好，凸起来的感觉，摸下去，哎，这有点凸起来，好，会，这个沟脉常常见的，好，
很常见的。那夏天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勾，这是代表有胃气，因为勾是心脉，好，这个勾。那勾多胃少，好，这是心病。勾太大了，好，胃气太少了。胃气我刚才一再讲，就是速度是一息是五字最标准，好，然后力量是缓而有力，不是很强硬的，好，很强硬的。那这是如果勾比较多，胃气比较少了，心脏就有病，好，夏天能摸到勾脉，这个心脏有病。但是但勾无胃就是死哦。夏天本来就应该是心脏当旺的节气，最旺的节气。结果呢，我们发现这个没有，已经没有胃气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会，好，心脏会有问题。那你摸到胃脉好而有实为冬病，就是说它你在夏天的时候摸到是冬天的脉，冬天的脉是存在骨边的，夏天的脉应该比较红。结果你在夏天摸到冬天的脉，哎，这个人现在很好啊，但是你知道冬天他一定会发病，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脏真痛于心，心藏血，脉之气也。因为所有的内脏，不管是肾脏、肝脏、脾脏、胰脏，我们的肺脏，不是说只有心脏有血，所有的脏统统有血，因为血脉都连到的嘛，好，都有血管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从那个心脏的脉也可以侦测到其他内脏的问题，哈。好，肠下的脉呢，啊，胃为软弱，这是正常。好，肠下的脉。那胃弱多胃少，如果脉比较这个太弱了，好，这是脾脏有问题。但带无胃，好，这是死脉，好，所谓带就是不稳定，好，时快时慢，非常的不稳定，时大时小，好，常常在变更的意思，好。那软弱的脉约实，就是比较深，比较好，这是冬天会生病。若很严重的，就是现代当季就有病，好。那脏真呢，如于脉，皮藏肌肉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所皮管肌肉，那个肌肉除了外在四肢上的身体上的肌肉以外，所有的内脏，肺脏啊，心脏，心有心脏的肌肉，啊，肝有肝脏的肌肉，啊，脾有脾脏的这个肉，那个肾有肾脏的肉肌肉，因为皮藏肌，所以皮可以那个肠下我们也可以诊断到。那秋胃，秋天呢有胃脉带一点毛，平脉。记得哈，所谓的毛脉就是毛，怎么讲呢？不是你的毛，而是羽毛。好，比如说这个鸡毛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摸上去是不是旁边有一点薄薄的，中间一个骨头，一个硬的骨头，这叫毛脉，而不是一根毛，不是这样子。好，你摸脉是这样子的，哦，这是毛脉。好，那毛脉多，胃脉少。我讲过，胃脉就讲的四字。加上定息是五字，好，那胃气如果是少，胃脉如果是七下或者是三下四下，胃气都不够了，好，这种是肺有病。那但是你只摸到毛脉，完全没有胃脉，胃脉完全没有胃脉，就可能到了九下十下了，或者是一下两下一下，哈，脉跳一呼一吸才一下两下，速度太慢，好，这个就是死脉。好，那毛而有弦。这个是春天会生病，好，秋天你摸到这种脉，第二年的隔年的春天会生病。如果是玄肾，玄就是指春天嘛，哈，严重很严重的话，代表现在就有病。脏真高于肺，已经容胃阴阳也。为什么肺脉我们可以诊到？就是因为肺是最高的脏，它是相父之官，总统所有的好气血，好阴阳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查到。那冬天的脉呢？好。这个是稍微一点石，哈，深石就是像石头沉在水底一样啊，你摸下去会摸到石头的沉在脉沉在下面，同时呢脉的速度也是一息五字，很稳定，很稳定跳，没有什么变来变去的啊，很稳定的跳，然后也是有力的，好，但是你只要重按下去，脉还是没有，正常是这样子，正常的脉呢，你要这样子想，这个形状，这是皮肤，这是骨头，脉在中间。任何都是一样，好，不管你是悬壶还是浮沉，脉都在中间。如果脉是跑到上面去，或脉跑到骨边，中间没有脉，这都是病脉，啊，这是病脉，好不好？要这样子想，那你不用管这是什么坎水啊，这是离中穴啊，好，这个我先不要去管它，好，先这样子想，好。那实脉的时候哈，就是你看，比如说我们这个脉，冬天的时候，这是长下的脉，哈。冬天的脉的时候，这个脉会比较下来，
那骨头在这边，脉会比较下来，啊，这就是实脉沉在底下。但是实脉你就按它到骨边，它还是没有，这是对的哦。好，哦，你按到骨边应该没有了，你按到骨边还在那边，就是腹股脉，啊，哦，腹股脉。好，哦，实脉而有沟是下病啊，哦。你如果摸到这个脉，这个在骨边，这个摸上去的时候，发觉到它不是一条，它是这样顶起来的一块沟脉，啊，哦，沟脉，啊，哦，就是代表。这个实而有实脉而有沟脉，夏天会生病。沟脉是夏天嘛，哈，心脏。如果沟很严重，就是现在就有病了，哈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可以诊到？就是脏真下于肾，肾藏骨髓之气，好，骨髓的里面的气，因为藏在肾脏里面，所以说，好，所有的内脏它都会影响到，啊，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讲我们这一段最主要讲的是什么？你只要摸到脉，有胃气则生，没有胃气就是死。好，那病人没有胃气，你把他胃气救回来，你摸脉也可以知道。好，那我们白天都是阳，白天都是阳，晚上都是阴，所以你把内脏肝心脾肺肾通通丢到晚上去，好，胆小肠胃大肠膀胱，好，丢到白天来，白天是阳嘛，阳腑，晚上就是脏，最简单区分阴阳就是这样区分。那我们在治症的时候，我们治疗腑病。哦，或者是表症都在中午的时候胃气会回来，代表他胃气就啊胃鼓开了，我要吃东西了。治脏病的时候，半夜啊肚子饿醒过来要吃东西，好，哦，这是基本的一个大原则。好，141页，好，哦，你看胃之大络名曰虚里，贯膈络肺，出于左乳下，其动应一脉的中气所在。这个穴道虚里呢，在肾经的布朗的位置。好，诸位呢，你们现在刚好是冬天，好，你们可以试看看自己摸自己。好，我不能帮你们摸，因为男女有别嘛，哈。你自己摸自己，好，女孩子也可以摸摸看，哈。这中气所在很奇怪，好，这是你的乳房，这是痰中的位置。成个三一个三角形下来，你摸这个叫肋骨中间，你摸，啊，手伸进去有动脉，跳得很快，摸摸看有没有，啊，你如果隔了衣服不容易摸到，你摸隔了皮肤哇，那脉动得很快，你摸摸到一个脉在跳，左一定在左边哦，啊，你隔了衣服不好摸到，要伸进去哈，哦，晚上回家自己摸一摸，洗澡了摸一摸，我为什么让你摸这边？这很奇怪哦，左边才跳，右边完全不跳。这是中气之所在，中气，哦，那你在运动的时候跑步了，汗山在表面上的时候，哎，跑步气很旺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衣服会呼吸在动，哦，在左边在动，好，哦，只有左边有，右边没有，好，哦，女孩子也是一样，好，自己回去摸摸看，好，哦，那你如果胸部比较大，你自己想办法去摸摸嘛，哈，哦，我们没有办法，那你自己去找找看位置，好，哦，但是界格的位置是在肾经的布朗的位置，布朗穴道的位置，好，哦。这是其动应一是脉的中气所在，中气就是说胃的气根所在，胃气的根的地方，哦，胃气根的地方。好，如果一个病人呢盛喘，喘得很厉害，好，常常好几次昏厥，病在中结而横有积，诸位记得哈，哦，我们呢所有的气脉。你看那个经络是不是都是上下走的，对不对？都是上下走的，所以横逆的走的时候，通通是胸，包括我们上一节介绍的，这个女人的左边的气往右边走，哦，就是从阳；右边的气往左边走是从阴。你只要横逆的走，全部是胸，都是胸。所以常人的气都是直的，好，直行量，好，一直循环，一直这样循环，而不是这样子走，好，这样走是逆气。所有人生病就是气是反逆的，好，气顺着走都是。正常人，好，好，如果是中气的脉绝不治，这都是死脉，好，都是死脉。乳下、乳之下其动应一，好，是中气泄出来，好。你如果说没有运动，好，没有运动，没有运动的时候，你看不到它是应一的。跑步啊，运动剧烈过后，你可以看到动出来，中气会泄出来。所以说，我一再跟诸位讲，说现在所有
百年人瑞的人哈，超过100岁的人身体健康的都是，你问他你每天做什么运动，走路，都没有听到人家跑。哦，所以你们有一个要跟那个某某市长讲一下啊，不要乱跑，对，还要需要他不要跑，跑了会短命，好，要走路，好，走路就好了，好，太过，那跑完以后，你动脉那个脉动在这边，中气在往外泄，好，太过，好，那如果说你看病人哈，我们为什么要去摸这个脉？当我们发现到就在这个第二行讲的肾喘速厥者，病人很危险，喘得很厉害怎么样的哈，我们知道病在中，任何的肚子内脏里面的东西，不管是肝心脾肺肾或怎么样子，好，我们去摸它的中气的脉，中气脉在都没有问题，好，中气脉不见了，老是摸到它的脉了，这里脉没了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好，要想知道寸口的脉太过和不及，好，寸口之脉手中好中手短者好为头痛，好，我们在里面讲一再回头就是寸口的脉这边指的是上焦，对不对？上焦好应该是九分，好应该是九分。如果是脉太短了，寸脉是阳，代表阳不足，头是诸阳之会，现在阳不足了，阴就会上来，好。阳降阴就会升上来，产生头痛。好，如果寸口脉手中长者，好是足胫痛。为什么寸口脉是阳脉？如果太长了，超过九分到一寸以上了，好，下面不管这个超过一寸以上，代表阳气有余。阳气有余的话，那阴气上不来啊。好，就停滞在下面，脚会生问题。好，脚会足胫痛。好，我们人正常是这样子。阳气呢，放到头顶以后，要下来，好，所以我们比如说头为下关夹侧，承气四白俱了，是不是胃经就是往气往下走？好，气就是往下走。那这个督脉的时候，哦，督脉的气上来，我们人呼吸是这样子哈，你呼吸吸下去，怎么顺着督脉？督脉之前有个气管，一直下到肾脏，然后再从肾脏那边进入我们的关元，中间你心里假想。第14椎跟关元中间有一条斜线，好，道家在打坐的时候，那和尚在打坐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在想，假想吸气，把那条斜线，那条拉往上拉，好，吐气的时候，那条斜线往下沉，沉到会阴的地方，属膝部会阴穴，好，所以吸气的时候，那条往上拉，那个这样那个气就会进去到我们那个关元的地方，好。那阳气很盛的时候，阳气在上面下不来了。好，那这个脚会有问题哈，足胫痛。这个因为四肢都是阳嘛，手脚统统是阳，身体是阴。如果以四肢我们外形来区分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哈。寸口脉手好，重手触上棘者，肩背痛。好，这个手往上就是你摸它的脉的时候，非常的浮，非常的强。好，代表肩背痛。这是阳要出来出不来的一种症状，好，肩背痛。如果寸口脉，讲到寸口脉就是阳脉，好，沉而坚者，深在底下，然后很坚硬，好，就代表阳气在底下，它出不来嘛，这就是讲阳气出不来，哎，病在中，身体里面有问题，好，病在中，好，那寸口脉浮而盛者，病在外，好，这就很这个阳气嘛，好，寸口脉沉而弱者。就是寒热及散加少腹痛，好，就是腹部里面好有胀闷，好有这种，好，这个因为阳不够嘛，好，就会堵在这个地方。一般我们讲这个，一个很好的案例，如果说你摸心脏的脉，就是刚刚讲的。软而弱，或者是几乎没了。哎，老师，心脏脉没有了，脉肝脉很强，那个心脉这个没有脉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摸心的下方是不是脾胃，对不对？你一摸，哦，这个脉好大，脉很大。好，我们心脏在这边，好，
胃在这边，哦，胃在这边。如果说我们的心阳不足了，阳不够了，那胃里面的火呢？胃里面本来是很热的，所以这个胃是在心和小肠中间的，这是胃。所以胃能够阻绝食物，好，阻绝食物是因为靠心和小肠的热在蒸化它，所以它能够有热在里面，能够蠕动。实际上，我们所谓的胃气，以现代医学的观点，与我的观察是这样子：一吸，你的胃两下。哦，胃蠕动的时候，它不是整个胃这样蠕动，而是一挤，这边挤下去，这边凸起来，然后这个下去的时候后面凸起来，好、哦，是这样子蠕动，不断的蠕动。那你一呼一吸，刚好它一吸的时候蠕动两下，一呼的时候蠕动两下，所以一呼一吸胃蠕动是四下，哦，是正常的这个胃气的脉。那胃气的脉，当你阳不够的时候，胃气往下，胃本来在这边呢、哦，胃就变成这样，低下去一层，好、哦。胃会下降，下降，下降的话胃会胀啊，中医叫胃寒嘛，因为你热不够，啊，胃会胀满，会寒。好，很多人胃下垂就是这样子，好，胃下垂，好，都可以，我们有时候可以类推的哈，少腹胀。那寸口脉沉而横，胁下有积，腹中有积。这个寸口的脉本来是直的，两个本来是直的。现在的脉呢，横过来，哎，就有这种脉啊！哦，我看过的横过来的脉，你摸上去的时候，这个脉居然不是直的走，是横的，横向的，啊、哦，都是有累积的东西，啊、哦，我们比如说哈、哦，在这个地方你是横的，现在脉是变成横的，你如果走上去以后，脉变成横的出去，代表喉，这是喉咙嘛，上寸上寸，啊、哦，往上的是喉部，代表东西有堵到，堵到以后脉就往这样子斜着走，都不往直的走。那这是喉部，那如果是在这边，脉变成转过来横着走，好，好，代表说寸脉寸口脉沉而且是横，代表胁下有积，好，腹中有积痛，因为寸口脉就是讲阳的部位，好，阳的部位，阳呢在刚刚讲就是肋骨以上的地方，好，胁下，因为胁下有积，所以阳气下不去，会横着走嘛。寸口脉如果沉而喘，喘就是时小时大，好、哦，常常会小大小，哎，这是寒热，病人有寒热，脉盛滑而且很坚硬，好、哦，病在外就是很浮的表，你摸上去脉很大，轻轻摸到皮肤上就摸到了，就是病在外，脉小实而坚者病在内，所以脉的原则现在出来了，只要是。沉的只要是小的，然后都在病在里面，只要是浮在皮肤表面上，你一摸就摸到脉了，大部分都是在病在表，啊，病在表。好，当然呢，我们摸诊断那个癌症里面的肝癌或者是肺癌或者是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摸到它也会浮大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是阴积在里面。好，所有的阴，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，阴所以就是脏。是可以允许满充满了营养，但是不可以实。如果是实的时候，哈，就是生病了，病态。那你阴很实的时候，阳就往本来脏里面的阳是藏在脏里面，它的功能啊，它的力量。那现在阴实，它的功能没了，阳就往外走。外走的时候，脉就浮得很大，到了皮肤表面上来。你摸上去的时候，人家以为是表症，不是，它是有里面有好、哦、有实在里面，所以阳浮出来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你按下去就知道。如果是表症，只是伤寒、感冒、发烧那个表症的时候，脉也是浮，但是按下去里面空空的，按到底没有脉，你的轻按脉也大，重按脉也大，好就危险了。好，简单的原则就是这样。好，如果脉小弱以强，就是寸脉很小弱又好，要时强时弱，好不稳定，这是久病。久病之人哈。阳一定虚，这现在讲的都是寸脉、阳脉，这个整个都在讲阳脉。久病呢，好、哦、必虚，啊、哦，人会虚，啊、哦，一般来说就是阳虚，阳呢就是动能、功能、力量，好、哦。那你说啊，我们肠胃消化，
消化力很强的人就是阳足，阳很足嘛，消化不掉就是阳不足嘛，哦，所以阳是看不到的东西，但是它存在，它是它的力量，它的功能所在。好，脉急者，好，脉跳得非常快，一般来说都是有痛症在身体里面，哈，都有痛症里面。脉如果是滑是风脉，脉如果是涩就是闭脉，哈，气血阻塞不通，好，缓而滑者为热中，好，热中，盛而紧者为胀，好，那这个讲的都是寸的位置啊，光是一个寸的位置，你摸上去的，好，一个寸的位置，好。脉从阴阳并矣，好，脉逆从阴阳，好，逆阴阳并难，就不好弄。我们所有的脉都要看它的阴阳，好，如果阴阳很顺，它的没有病都很好治的，好。这个所谓从阴阳，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哈，如果你摸到它的脉，心脏的脉很小没有力，你用推理的，很小没有力，